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云爸，来各位示范这个 R7 的 3D 指纹辨识。它这次采用屏下指纹辨识，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解锁速度。我已经登录好了我的左手食的拇指，好，秒解，OK。再测试一次哦，OK，很快，这是 OPPO 的 R17。